因为我们先在那个 club 预定的，在 club 买票会比较便宜。如果你直接跟他们购买的话，他们是约翰的，推很推。Hello， 早上好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Saint John Island， 对，圣约翰岛，还有大家就凯伦，我们已经买好船票，就是9点。对，不过现在有点迟，因为这里停车位超少的。我们现在要停在那个 Singapore Cruise Center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往那个滨海南码头了。啊，大概要走500米，其实还是不要驾车来比较好。对，搭 Grab 还是搭德斯？对，然后你可以搭地铁，地铁就直接有一个站在 Marina South Station。这是我们第一次，我们约了祖儿还有太平，对，他们已经到了，到了，对，所以搭地铁还是更便利啊。See you， 拜拜。现在我们在排队要上来二楼拿票哦，因为我们先在那个 club 预定的，在 club 买票会比较便宜，14块。还有一个3块的贡茶的那个礼券，如果你直接跟他们购买的话，需要15块，会比较贵一点。Hello， 太平早，你好 ，Morning。耶，我们拿票了，在那边取票。走了走了，耶，取票了耶。对 ，OK， 你好，现在我们在滨海南码头。然后这是我们搭船的时间表，今天是礼拜六。我们的船的时间是9点，所以我们得要去圣约翰岛，还有那个拉扎鲁斯岛 （Lazarus Island）。谷歌的 right， 你做好功课。当然。提前预告一下它长什么样。哦，拉扎鲁斯岛好漂亮，我们现在在海边呢。船票是有包含来回，所以很划算啊。我们就在网上买，在 Club， 没有业配哦，没有业配哦。嗯，欸，小姐你好，欸，你这个带什么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哦，日本吗？那个秋天的童话那个反应很好。现在我就帮你拍一个大妈的 MV。赢！哦，连环炸。Andy 来说吧。好，到了圣约翰的，耶，yeah ，到了到了，太高兴。欸，真的超多人，超多人待在圣约翰岛。我们现在要去找厕所，大概走走一下，过后我们就要往那个拉扎鲁斯岛。太帅了。刚刚我们的船9点出发，我们大概花了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了这里，不过基本上有10分钟是在那个船在等停靠岸的。太平会帮我们捕鱼，你看他今天的服装，捕鱼大师。今天主人的主题，因为很像蜡笔小新哎，嫩嫩，蜡笔小新的颜色，可爱吧？我很喜欢。我觉得可能我们都认不出他们是谁。太平，波野波罗蜜见，很漂亮哎，这里我们是找到一个紧密的走来的，又没有人走来。对，你看新加坡本岛就在那里而已哦，看，那我看得到吗？金沙，还有那个摩天轮都在那里，超漂亮，那风又好凉哦。错吧，吹吧，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还在圣约翰岛啊。所以我们的莹莹多才多艺，会跳舞，还会打棒球。从那边走，对，就是他的棒球队友。我们又来了，就是我们时常都很喜欢，我们都很喜欢拍照。屁，明明就是每次我帮你们拍。拍照达人。喂，
爱拍照，他已经在帮组合拍照，很推很推。Let's go!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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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和阿呆的冒险之旅哟。小心，你要去哪里？妈妈，我今天来到这个神院，跟我的大呆朋友阿呆。阿呆已经不流，他不流鼻涕，他现在是流血，鼻血。妈妈，大家去吧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到这个影片，记得分享出去。这里早上没有卖食物，也没有卖水，然后都要自备耶，所以我带了一大包小包。食物。拜。这里是什么啊 ？Marine Aquaculture Center， 听说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洋生物哦。海洋生物。它的标本还是什么？你不可以化妆啊！如果你要靠近他们的话，因为这种会伤害那些海洋生物的。我们要关爱他们哦，就像你们也要关爱我一样，耶！我们来到了德国，所以新加坡男生都有来过了。哦，前面很多人啊，走。It's a gallery, so you can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and heritage of St. John's Island and also see some coral. The last time slot is 3 PM. Bye bye. 好扫兴哦，它已经满了，所以它的那个地方其实蛮小，只可以容纳20位。它是每个钟头都有开放一次，它是建议提早15分钟前来，要不然满了就不可以进去了。好扫兴啊，没办法了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去海边吧。跟着我左手右手。嘿，走，嘿。脚要八字，像那种大爷这样，肚子要收一收，不可以给观众看。现在我们要走去拉扎鲁斯岛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拉兹，拉兹达。哎，很多人在那里拍照哎。Exactly. What are we waiting for?红色约翰岛要往拉扎鲁斯岛，从这条桥走过去，很漂亮哎，这里可以拍照哎，超推的。拉扎鲁斯岛就在后面那里，还有这个是圣约翰岛，很漂亮，可以推哦，真的可以来耶。小心哦，这里你的电话要记得会接到哪里的印尼的线，对吗 ？Welcome to Indonesia。对，所以要小心哦，安全话那里岛。走了，我们过去拉扎鲁斯岛喽。没有售卖饮料，也没有售卖吃的。这里没有什么网路哦，不过有些地方还是有网路的，只是比较收讯比较差而已。好了，下水喽！哇，我怕我跌倒哎，跌倒就完蛋了。我们又碰了一根钉子哦，啊，回去了，下大雨哦。